娇无袖背心现身机场，皮肤白皙美丽动人，大家注意力都在第三章。阿娇真的蛮美的，第三章超级可以啊。近日阿娇钟欣桐身穿无袖背心现身机场，重回颜值巅峰的她很快被人认出，有粉丝一路跟随拍照。阿娇上身穿一件无袖背心，下身搭配黑色紧身长裤，她脸香红润，气质不错，看来最近过得很不错。而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阿娇的锁骨上，都说她的锁骨性感。阿娇是一个很单纯的、很天真的一个女孩，但早年间因为深陷艳照门，玉女形象彻底崩盘。虽然阿娇今年已经36岁，但岁月在她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依然青春静丽。最近几年阿娇也开始出现在节目当中，大家也逐渐原谅了她曾经犯下的错，希望以后阿娇的演艺事业能越来越好。钟欣桐 Jillian Chang Yuan Tang， 1980年1月21日，原名钟迪山，两岁时改名钟嘉丽，就艺名钟欣桐，昵称阿娇，香港著名女歌手、女演员，其女子团体 Twins 成员的成分最广为人知。2000年签约英皇娱乐，与蔡卓妍组成 Twins， 隔年以歌曲《明爱暗恋》补习社出道，红遍湘江大街小巷。2005年正式拓展华语市场，并进军台湾，深入台湾校园，广受欢迎，亦成为港星热在台的末班车。2017年8月，评级电影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入围第17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女配角殊荣。参考来源：